拿我的东西还不还，我就会阴魂不散。哇哦，快把钱包还我，还我！我找了证人来围观，看你还怎么狡辩。哇哦，看你怎么狡辩。哇哦，快把钱包拿来。还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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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钱包还我。这个真的是下功夫。哎，你好，你有看到一个钱包吗？谢谢。今天上班很匆忙，钱包落在了街上，幸亏有你的帮忙，你是真的很善良。哇哦，帅哥你真的很棒。哇哦，这手的很厉害。张双健的作品，他这个难度系数很高，好作品，很高级。张双健的表演形式比较综合化，其中包含了默剧，包含了魔术，包含了舞蹈，所有的技巧都是为了推进剧情服务，喜剧效果很好，然后内涵也很丰富。他会好多绝活啊，台上都看得出来了啊，再给我们秀一个吧。啊啊，秀一个。哎，要不跟郭老师一起秀一个，是不是？那你教我啊。假如我们中间有个绳子，有绳子，啊，我们要拔河，拔河呀啊！啊，这头是我的，嗯。掉了，啊，掉了，哎，没好，没拿好，哎，又掉了，哈，啊，嗯，来，啊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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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